OK，大家晚上好。现在是星期六，10月17号晚上10点。OK，现在又是轮到我们同修 Roman 跟大家分享易经，很高兴他拿起责任今天跟我们分享易经，谢谢 Roman。好，大家好，今天又来到易经分享时间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八卦的标记系统。好，那一如往常的呢，要跟大家先回顾一下上次的内容。那上次我们有介绍八个卦的卦名跟它的口诀，好，分别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除了这之外呢，也跟大家解释了八卦的阴阳系统。阴阳的成分哦，里面有等价的关系跟对立的关系。好，那其实，在学八卦过程中啊，也就是说，学习这易经八卦过程中，如果只记得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个字，其实是远远都不够的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每一个学问，每一套学问都有它自己的标记系统。比如说，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阿拉伯数字，那学英文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拉丁字母。哦，那不可能说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拿拉丁字母去做算术，也不可能说学英文的时候我们拿阿拉伯数字，就是数字来学习，这样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好，所以同样道理呢，八卦也有自己的标记系统。那为什么它一定要有自己标记系统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只知道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八个字的话，大家从乾的这个中文字，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它里面有这个阴阳爻的关系吗？或者是说从这坤这个字可以看得出它有阴阳爻的关系吗？我们是无法从单纯的中文字里面去看出这个阴阳爻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八卦自己专属的这个标记系统，而这个标记系统呢，它必须充分的揭露阴阳爻的爻位关系，所以爻位就是这个第一爻、第二爻、第三爻，好，从下面算上去，一二三，这叫爻位，还有它必须揭露万物类象的关系，万物类象关系就是说，下面这个天泽火雷风水三地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它必须要有一套系统哦，标记系统。我看到这个标记系统的时候，除了我知道它是乾卦之外，我从这个标记系统我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就是代表天的意思。同样道理，我从这个标记系统，哦，三个阴爻这个标记系统，我除了知道它名字叫坤之外，我还必须要知道它是代表地的关系，也就是我读了这个象，我就知道它这个所代表的万物类象相对应的内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符号，八卦的这个标记系统的这个符号，也就是所谓的卦象，啊，专有名词叫卦象，怎么样把它记起来？好，把这一排符号跟这个万物类象的基本的这个 所对应的这个自然现象的内容，所对应跟记忆起来，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内容在这里。OK，那首先还是先跟各位回顾一下我们上次的这个口诀哦，那怕有些人忘记了，那我们就再把这个故事拿起来温习一下。哦，那口诀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好，那第一段呢，乾兑离震呢，我使用的这个记忆的故事，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在修行过程中去探讨显化金钱这个议题，其实是对的。哦，乾兑在这里出现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脱离显化金钱的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周遭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会觉得我们只是在那边做修行，不知道在干什么，他们会很生气，所以
我们必须要把显化金钱这件事情一并放到我们修行来。这是第一段的部分，前对离正。好，但第二段训坎更坤呢，我用的故事内容是，但是面对金钱显化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时刻保持谦逊，不要因为金钱的原因使得自己设下一些不圆满的金坎荆棘跟坎坷。因为如果因为金钱的关系来产生憎恨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像大地一样心无挂碍的容纳百川，那进而就会使我们整个修行的前功尽弃。好，所以这是第二段训坎更坤的部分，就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复习。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最主要的内容的部分，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卦象是怎么样记忆的。好，那这个卦象呢，其实就是我所谓的八卦的标记法。好，那我们要从最基本的万物类象，也就是说它所代表的最基本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做这个对应关系的一个记忆。好，所以卦象对物象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对应关系，是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听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分享之后就能够记起来的部分。好，首先呢，来到了乾卦跟坤卦。那大家都知道，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盘古开天之后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好，首先乾坤两卦就出来了。那为什么先出来的会是乾坤两卦呢？因为很简单，因为开天辟地之后，最先出来的一定是最纯的阳气跟阴气。那既然是最纯的阳气跟阴气呢，它一定是用纯阳跟纯阴，也就是三个阳爻跟三个阴爻分别来代表它。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知道说，我如果要画乾卦的话，那我就必须要画出三个阳爻来。好，那三个阳爻呢，它代表就是天，但同样道理，我要画出坤卦呢，我就必须画出三个阴爻来。好，那三个阴爻就代表地。好，所以这是乾卦跟坤卦的部分。好， OK， 那从前面所讲到这个概念呢，大家就可以依稀的感觉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记忆点，也就是整个卦象的记忆的技巧其实就在这里。这技巧是什么呢？这个技巧就是阳为天上物，阴为地上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阳爻出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把它当成是天上的物品来想象它。那阴爻出现呢，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地上的物品。那这个是很关键的概念，后面的几个卦都会利用这个概念去做延伸，那大家就会很快的就把这个卦跟卦象给记忆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正卦跟艮卦。好，那正呢其实代表是闪电的意思。好，艮呢是代表三的意思。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两阴爻一阳爻，这边也是两阴爻一阳爻，正跟艮各是两阴爻一阳爻。那大家可以怎么样想象它呢？大家可以先想象它原本是三个阴爻，然后有一个阳爻进来了。好，那这个阳爻放在哪里呢？正卦它是放在最下面这个地方，那艮卦的话，它是放在最上面这个地方。那我刚刚有说到正卦它其实代表闪电意识，那我怎么样去记忆这个卦象呢？其实很简单，大家请看到左手边这个图来，因为闪电呢，它一定是从天上打下来。天上打下来，所以它是打到地上来，所以打到地上来，地上在下面啊，相对于上面而言，相对于这个天而言，它是在下面，所以闪电打到地上来，闪电打到地上来，好，所以这个阳爻就出现在最底下这个位置。好，这是正卦部分。
好，那艮卦部分呢，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山呢，一定是从地上开始往上叠出来的，挤压上去的，它不可能凭空凌空出现，腾空出现，从空中再往上涨，这不可能的。所以呢，高山拔地而起。所以呢，艮卦这边一样，山是很高大的嘛，所以用阳爻代表它。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先把它当成三个都是阴爻，三个都是阴爻之后呢，我这个阳爻放哪里呢？因为艮卦它是代表山，代表那这个山呢是从地上开始长上来的，所以呢最终长出来的山呢，它的山顶一定是在上面。好，所以艮卦这个形象就出来了，从山顶长上来，所以阳爻就放在最上面。所以呢，这就是艮卦形象。好，那所以其实大家看到我这个滑鼠的动的这个它的这个卦的长相，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山的感觉。好，这是正卦跟艮卦部分。好，接下来是离卦跟坎卦部分。那离呢，它是代表火，坎是代表水。那怎么样理解呢？火是阳，水是阴嘛，火是热的，水是冷的嘛。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离卦呢？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三个阳爻，先把它当成是三个阳爻。那火呢？因为我们前面有提过，三个阳爻它是三个阳爻的话，它是代表是纯阳之物，纯阳之物的话，它是代表太阳，不，说错，它是代表天。那天已经被用走了，那这个火呢？天除了代表太阳之外，不好意思，天除了代表天空，那个三个阳爻除了代表天之外，它还可以代表是太阳。那我们知道火，我们怎么样烧它？大概就是可能 maybe 我们最高人可以烧到300到500度的这个高温，但是跟太阳的这个5000多度来比，它还是比它略逊一筹的。所以呢，既然三个阳爻它代表太阳已经被用走了，那火略逊它一筹，但是它又是阳刚的火，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阴爻塞在中间。好，所以就得到这样一个离卦。好，它的两阳爻是在外面，一阴爻是在中间。那接下来右手边这个坎卦，它是离卦反过来，它是两阴爻在外，一阳爻在内。那这个坎卦呢，其实比离卦相对来讲就好理解很多。为什么呢？我们前面有提到，阴爻代表地，三个阴爻代表地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图来，坎呢，其实它是有，它有坎呢，它其实有一个叫田坎的这个意思。好，所以田坎跟田坎中间有水出来，田坎跟田坎之间存在的水，所以呢，在大地跟大地中间有水出现。所以呢，坎卦的这个意象，我们就可以从左手边这个图呢，我们就可以马上能够联想出来。好，接下来是对卦跟巽卦。那对卦跟巽卦呢，它分别是利用两个阳爻跟一个阴爻所组合而成。那对呢，它是代表泽，泽是代表沼泽地的意思。那巽呢，它是代表风。好，那怎么样理解这个卦象呢？大家可以先把它想象成三个阴爻。好，先想象成三个阴爻。那三个阴爻，我们刚前面有提到，三个阴爻就代表地嘛，就代表大地。那水呢，进来的时候，前面有提到坎水嘛，坎水中间进来了。可是呢，沼泽呢，它是水是更多的，所以它再多一个
水进来，所以它就形成了沼泽，也就是比一般的田坎中间那个水沟，那灌溉沟渠的水更多的水，那这样的水就形成了沼泽，所以对围者这个形象就出来了，就水多围者这个形象也就出来了。那接下来看到这个巽卦，巽为风，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先把它想象成三个阳爻，因为三个阳爻的话是天上物嘛，那风吹到地上来的时候呢，它会把风吹到地上来的时候会把热气带走，所以把地上的热气带走之后呢，原本阳爻的部分本来是热的就变成冷的，这时候呢就用阴爻来代表它，所以呢巽的两阳爻跟一阴爻它代表了风，就可以这么样来理解。OK， 那所以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就是八个卦它所代表的基本的万物类象是什么。那我们八个卦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那它所代表的基本的这个自然界现象呢，就是天地火水三则阵风这八种。好，那其实我这边有刮胡，然后有把颜色 mark 比较浅一点，其实是要跟大家讲说它其实不是这样相对的，我只是说把它列出来，好让大家能够有点记忆说这个它这八个卦所对应的万物类象大概有哪些。好，那其实最简单的记忆方法就是我前面推给大家看的，用阳爻跟阴爻关系，好，把这个万物类象的最基本的万物类象带出来的这个部分是最容易记忆的方法。那这边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备注，好，如果说大家在记忆的过程呢，通常记一记可能会突然八个忘掉一个或八个忘掉两个，好，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可以连带的把这个八个基本的万物类象大概记一下，你就知道，哎，记得说哦，原本哦，原来有天地火水三则阵风这样的基本的八个类象，好，存在这个八个卦里面这样子。好，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八卦的标记系统。好，谢谢大家。OK， 谢谢 Roman 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很棒的分享，谢谢你。